车佩斯，一代人心中矗立永不倒的喜剧明星。如今64岁的车佩斯已离开春晚的舞台很多年，一向低调的他让不少人甚是想念，但他对于表演艺术的追求仍未停止。他带领着自己的儿子陈大愚和一群喜爱艺术的人们一直从事着话剧的表演。陈大愚小名为小傻，长相跟陈佩斯有着谜一样的相似，陈家一家三代都合照。对于陈大愚，陈佩斯对于他的教育非常严格，小时候经常跟他说，在外面你是你，我是我，也不准说自己是陈佩斯的儿子，所以网上对于陈大愚的信息并不多，只知道他在国外深造了一段时间，回国后便一直跟随父亲从事话剧表演。对于子承父业的选择，陈大愚笑着说，自己的成长并无特殊，也没有感受到什么父辈的光环，但在喜剧这条路上，父亲给的压力一直都在，都好在已经习惯了，因为不习惯也没有办法，他是我爸，这是摆脱不了的，只能一直朝前走，一直进步才能找到自己的路。其实早在14年，陈大愚就已低调完婚，据悉老婆很漂亮，也是位海归，但这一家人实在太低调了。前段时间，陈大愚在网上晒出一组老婆女儿的背影照，才发现原来陈佩斯也当爷爷了，时间过得可真快。最后祝福陈佩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无限祝福送给这低调的一家人。